起床！哎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重口味看堂》。今天，不要大家不要吃太咸。天哪，你有压力？哎，开了两有啦！哎，他开了两年，还可以耳跟牙，这我是佩服。好，不要吃太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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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第一题什么？第一题的话是台北高三的胖胖，他说最近想跟认识多年的好友出柜，请问我该怎么讲会比较好呢？请问巴特第一次跟别人出柜的时候是怎么开口的 ？Yes， 巴特很帅。啊哟！大家差点有一些难过的话，冲着你来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直在处在一个就是自欺欺人的状态。然后比如说我同学们嘛，我就说哦，我最近跟我女朋友，然后我就说女朋友，然后就大家知道。你就承认了？没有，我就说哦，我最近跟我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他们就说女朋友什么什么，说对啊，不然呢？我就装傻，他们继续装傻，我装他们继续装傻。那你后来怎么出轨？后来就只好承认啊。就有一天就说好了，我装不下去。你没有跟大家广就是招到大家没有不信对不对？什么信？你刚刚说朋友听他讲女朋友。因为他们本来就都知道啦。哦，对啊。哦，那你看起来不信。因为我在宿舍都在看一些就是会被。都被大家看到一些东西，装哎、欸，巴特在看东西，这样对，虚片，都放在首页是不是？一进去，封面吗？那个首页是雅虎是吧？而且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这次那个，因为要过年了嘛，我回去我真的很想，因为每个亲戚都会问你说什么时候结婚，我真的很想要就趁机讲一下，说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哦，等婚姻合法过之后，我说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吗？哦，是男朋友，就很想要这样讲。然后偷拍起来看，看那个阿嬷被吓死这样子。哦，可以，我觉得今年阿嬷真的吓死，我觉得很精彩。我觉得可以。说哎哎，弟弟啊，你交那个女朋友没？没有啊，是男生。对，是男生。会傻眼吧？我觉得你试试看，就今年的影片就靠这支。可是他想要问的应该是，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大学吧？你大学可能住宿舍，他们看到。但是如果你是。高中或国中的时候，我、还很小的时候，对，还很小吗？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不知道啊。哦，可是连我自己也不太知道吧。不太知道。对啊，国中、高中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出柜真的是害死人的，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出柜。其实你把这个秘密留到棺材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多家庭是不能接受的。哦，所以没有一定要出柜。哎、欸，我有个朋友真的是因为跟妈妈出柜之后，后来就是他是家破人亡、欸，怎么家破人亡？就爸爸怪妈妈太宠小孩，然后结果他又被赶出家门，然后自闭症，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。反正有些时候不一定要出柜，就不要出柜啊，就活得开心。他问题胖胖问题是，他想要告诉他的朋友，不知道要怎么。那朋友跟家庭有差，可是我觉得朋友就直接讲，没有直接讲就好，因为朋友没有什么。对啊，我认真的回答他，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他想要讲这件事，因为他如果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话，那就不用。因为我们出柜通常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的一个，就是我就是要出柜，我好像一定要让大家知道。可是有的时候，大家讲对，但是有的时候这会对朋友是一种伤害，所以你要考虑这件事情，考虑你为什么要想要出柜。可如果那朋友因此而受伤的话，表示他也不是真心的朋友、可是对他来说，你也改变了，你本来不是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，就是你对父母出柜的时候呢，父母就要入柜了。父母对父母来说是一种承担，他没办法，他更没有办法跟亲朋好友讲。出柜是件很沉重的事。我对父母出柜，其实只是我想要好轻松，我想要做自己。可是父母呢，他们更承受更大，他们反而被关在柜子里面，更不能出去了。所以我并没有说像很多赞成说我要大家要做自己，一定要出柜，我倒不至于。所以他应该观察他的朋友是不是能接受的吧？是。他可能就先探测一下。就是一些投资的影片啊什么的，那些电影他们看的。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，有一个小可能是他可能他朋友他其实喜欢他朋友，有这个可能，所以他才想要跟朋友讲、我觉得或者是他在朋友群中他没有被怀疑，就他是属于看不出来那种，所以他可能想坦诚。哦，那很奇怪，怎么大家都不怀疑我这样子？我觉得因为这种人通常内心都会比较孤单，因为没办法跟身边的人。那你当初怎么跟朋友出轨？我也没有特别，我就是因为太明显了，对呀、啊，你那么明显，也没有啊，就是你知我的知就好了，我也没有刻意隐藏啦，就是做自己就好，大家也不会多问，其实。哦，好啊，对，那就好，那就这样做自己好，不要。我们这一集怎么这么正面？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有个天大的秘密，比如说你尿裤子，这个举例不太好，如果你尿床尿裤子，你会跟朋友讲吗？
可是我觉得他可以找他信任，就是他讲了不会，就这朋友是可以接纳。你是要哭了吗？你眼睛？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啦。灯太亮，就找那个觉得你可以值得信任的朋友讲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其他的另外一个人来听我自己这件事情，不能。不能等有真的有另一半或什么的在。不是啊，因为他重点是，他如果现在没有另一半，他需要一个人可以谈他真的感情这段过程上的事情，因为他现在可能是因为要装作他喜欢女生。哦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人，他很孤单。对，他一直骗大家说，哦，我女朋友怎么样？我喜欢女生。天哪，这是搞笑。还要跟一些男生硬聊什么？对，他胸部好大，硬聊。大家其他都胸部，大家不想聊胸部。没有，我说他可能不想聊，他为了要隐藏自己，他得硬聊。但是我真的必须说，出柜不是一件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事，对，会影响到很多。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姐讲的时候，我姐就真的是哭，然后觉得说，她觉得你有没有，她觉得说你有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这样子，然后她觉得为什么会，因为她在她的逻辑没办法理解这件事，所以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不是说你想出柜就出柜，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影响到家人，影响到朋友，这太多了。下一题，好爱上媒体哦。下一题的话是南港的贾斯汀，他说难得跟暧昧对象接吻后，就后来他居然就变得冷淡，开始疏远。我不死心，我跑去问他，就他回答我说，女生的唇比较软，亲起来比较有感觉。他到底是骗我还是说真的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是男的，我男男吗？对，我没有亲过女生的吻呢。哎，这个没有。哎呀，小赖啊！做人，是做人。扮女装来，小孩下次扮女装。对，那为了看我们这一集，就来考验是不是女生的唇比较软。那是马克要实验吗？哎呦，马克，马克了吗？马克是谁？马克是马克是交大直男。可是这应该要是哦，欸，他男的，因为你没有亲过男生的，所以你不知道男生的吻怎么样啊。所以他现在应该要亲技师好了。你来，哦，天打雷劈！好，你可以亲我的跟表姐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语色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这语色让我难过，没有感，没有感情，怎么亲都没关系。但是你不怕，啊，不敢亲，就代表你对他有感情啊。哎，对，说的没错，还是怕亲是不感情啊？我感情，你说我吗？你会对我有感情？没有人在讲你啦，没有人，没有人丢，没有人丢，我很难过。没有人在讲你啦。哎，马克到现在不回我，他在已经不回了。反正马克亲过女友的嘴唇了嘛？他亲，你的女友会生气吗？哎，他知道女友的嘴唇，他女友的嘴唇真的蛮好亲的。你也亲过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啦。没有，我就想说，戏照就蒙眼，然后请你们三个人，然后他来看评断谁的唇最软。那我可以坐在这边，他们自己。可以啊，当然是这样，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。你亲过？哎，技师好，我反而不好意思哎。我可以亲表姐吗？技师 OK， 我可以亲表姐吗？可是没办法，表姐我不好意思哎。别看你坐他，我们自己来啊，自己来。好，那现在来先换位置。那个，技师你坐小赖这位置。这口舌头这么大啊！天哪，这口味这么重？那我没有口臭吗？没有，不用张开嘴吧？没有要舌吻，你们想要亲成怎么样？还在那边担心？时间限制吗？卫生纸吗？没有，因为太湿不太好，你们把嘴巴擦干一点好不好？你的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不是，湿的时候嘴唇比较软，这样比较有礼貌，真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。好，快，赶快开始眼罩，现在来眼罩先。我好像有，把你就在你脚旁边。我自己眼罩，你有戴吗？那你拿来。是黑的，你拿来。你要戴眼罩，因为要去，因为之前住宿舍都戴眼罩。那你现在赶快去拿。去宿舍拿吗？原来你有带，我有。你要去宿舍啊？天哪，我不能湿哎！啊，毛孔怎么那么大吗？哎，你那很普通哎。哎，你摸我的。好，那这个好了。我看一下。好，如果我说，我就很糟糕了。不会，我会说你赢啊。其实你不知道答案是哪一个。哦，也是。对啊。数到三指那个人，那个人就先开始。哦，好。一二三。好。啊。谁啊？不能告诉你吗？不能跟你说啊。我们请到了杰西卡来到现场。对
对，是个爱吧。来，现在一号，一号的吻，现在一号的吻。OK， 这是一号。好痛苦。OK， 你准备好吗？我们换二号，二号的参赛者，二号。OK， 这是二号的，感受到了吗？好，我们来换，哇，三号摩拳擦掌，来，三号要憋气哦，要憋气哦，好，来，这我们亲密接触，三二一，好的，好，那我们。再一次好了，我们再一次。刚三号，三号那个我们再亲一次，因为刚才那个镜头被挡到了。来，三二一，好的。真是肉碰肉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就是肉碰肉哎，怎么办？但季世豪嘴唇软吗？蛮软的啊，蛮软的。对，也是哦，上蛮多皮的。可是它蛮丰满的感觉，就是很扎实。很扎实吗？很扎实，是花奖吗？我现在确认你每一句话是花奖。真的啦，这句是扎实，是不是？你猜得出来谁是谁吗？我猜不出来。没关系，你先跟我说谁最好亲。一号吧。一号的，二号怎么样？二号是伸舌头，顶就戳一下就。这样他也可以知道，好厉害哦。一号吧，一号最。一号哦，那三号的唇怎么了？比较爽快，比较。说，没有，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人。对，他们都在等待你。比较不是我爱的，为什么？你爱什么样子？三好像唇形比我还大一点的感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。啊，我笑死了！一号是小。他居然说你的唇不好吻。他造假，他用那个，那他知道哦。哎、欸，这兔子可以拍卖吗？三号是三号怎样？三号怎样？三号最棒，比较。哎、欸，我们俩是封面才可以讲出没有错，对，他最爱的是你的唇。天哪！天哪！你但三号好像有唇膏的感觉，不用不用讲，不用讲三号。可是你们不是平常蛮常亲的吗？对啊，你们两个。有亲的吗？所以原来是小赖不顺，所以原来是小赖嘴巴最软。对啊，我平常有保养啊。其实我刚刚知道，因为你有那个唇蜜的味道，哦，因为黏黏的。对对啊，好烦哦！虽然小赖赢了，所以你看那个，其实真的不是女生的唇比较软啊。我是要敷保养，哈哈哈。唇内产品。但我觉得唇应该是唇色比较重要吧。唇色吗？因为泰国有些女生的嘴唇很紫色，太深色，就不喜欢紫色。很好看，好像穿太冷太冷，然后发紫那种。没有，就是天生唇色比较暗一点。所以就是小赖赢，天哪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真的有爱耶。有哎、欸，他蛮坦的，蛮软的，蛮坦的，蛮软，蛮坦的。你们两个不是亲过吗？不错，蛮坦的。你们两个亲过？我真的假的？玩游戏的时候，跌倒的时候了，试试看。这个更可怕！我长进，我长进，我一定要良心。你先，别挡道，别挡道，不要挡道，不要挡道，不要挡道。眼罩，不用眼罩。对，你先闭起来，闭起来。来吧，李马克，你总是会有这一天的。你闭起来。还要崩溃。小赖，小赖，你这是要很深情的眼光。对。要我不在吗？我不想看。你闭起来，那你眼睛闭起来，那你眼睛闭起来啊。不是你要很深情看，嘴要翘起来吗？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有一个一句话好不好？他们要看我，你闭起来，一句话个屁！哎，你马克要崩溃，要崩溃！你说，宝贝，我要吐了，对，要崩溃！你说，宝贝，我要亲亲，好不好？他说我讲好，你说，宝贝，我要亲亲，亲亲，宝贝，我要亲亲，然后你就亲过去。那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先闭起来，想看我身体有大。我不想要知道男生的想法、啊。你说，哼，宝贝，我要亲亲。好。
啊，你要说啊，我说什么？宝贝，我要亲亲。不下面，好，不用说了，直接亲。眼睛闭起来。哎、欸，你有亲过男生吗？没有。他没有啊，这第一次、嗯、，first time 吗？这是。你这个白痴，很大很大力。小卓，小卓，一下。不要再笑了，我要吃到你舌头了。你马克。妈妈，我回家。闭起来！闭起来！啊，不用动啦。像那个章鱼的吸盘，有没有？就是软软，然后有点吸力，湿湿润润的感觉。嗯，直接叫你章鱼哥了。不要，章鱼哥，我刚才没像章鱼吧？像我不知道像。你讲一个好一点的。像火腿好了。火腿，那很美味。像伊比利猪肉。好，啊好啊，很贵啊。对啊，可以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没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们没有要回答他的问题。这集分量蛮高的。对，我们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他问题是什么？他问题是男生女生，难道女生的嘴唇真的比男生软吗？没有，容易比男生软。因为我输了，我输给小赖啊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输在视觉。视觉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就是。那你亲一下表姐，我想知道，那你亲过小赖吗？亲一下表姐。可以啊。了解比较好亲啊，真的吗？就是视觉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因为你是除了嘴唇之外，旁边这边也是嫩的。那他旁边很粗是不是？因为他有胡子啊。没有，他就是胡子啊，他就是两坨香肠而已、啊。你没有亲到那么紧，没有，他就是两坨香肠很有肉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很像，就像你讲说食物，像食物，这个是真的像是一个嘴唇，哦，这个是真的是像一个嘴唇，精辟的分析，我帮你。那个，谢谢大家，因为票，因为票，对，因为票，真的比较好亲，真的比较好亲。怎么那么红啊？你是本来就这样子啦、啊。对，就是怎么红红红杀什么蜜？好啦，我们下次见。对，你们要怎么收尾？留言啦，好呀，对啊，如果是你们有什么问题，直接留言喽。留言破1000则就可以亲，好不好？好像蛮容易。破1000则，第1000则让亲几次好，真的哦，很蛮容易。大家都卡在999。对，走吧，一直对，一直对，不了，再见，拜。